我睇佢 detail 位先，咁首先咧，佢其實一個類似雞翼袖咁嘅 design 啦，係好舒適咁樣，唔會勒住腋下啦，亦都會透氣嘅，又可以收縮到你二頭肌。咁你領口咧做咗一個小小嘅類似一字領，但唔會好低、好簡潔嘅領口啦。咁佢成條裙咧係有好多塊唔同嘅裁片拼湊而成，所以做到係好 3D、好立體嘅。咁你見到佢上身係做到勁紙片，下身咧係好 flare。咁所以梨形嘅女仔或者任何身形嘅女生都絕對合適嘅。咁佢咧係做咗一條腰帶啦，可以俾你綁。其實你唔綁啦，或者綁鬆啲咧都好睇，甚至乎可以好係啦。你睇佢唔綁都好好睇嘅，甚至乎你可以綁前面亦都好 OK 咯，成條裙。可以睇我哋下面其他嘅 lookbook 相。